之前你换高一生的那次林也是假的，那你为什么要放火焰法师来？他是我的朋友。什么？朋友？你们国、德国、敌国、深渊国才是朋友。马里奇，你的皮克走到哪里去了？就是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我才这样劝你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了真谛，如果红原法师死了，你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真顶了。我答应你，不杀火焰法师。谢谢，谢谢。你记着，郭延尚，郭延尚。谢谢吴娟先生，谢谢。法师，法师，法师，我们走吧。不是，等，郭延尚，回来把我腰治好了，我会给法师健身的啊。不用了，白马师已经等了法师很多天，法师现在归心似箭，凭了这离白马师也只有三五公里的路。不行不行不行的，你的朋友就是病人的朋友，动摇好了，我给法师真心的，就叫郭医生，快去！云先生，云先生，我来了。云先生，郭先生，红原法师的情况咋样？能不能救出来啊？红原法师他造了假鼎，被无犬识破了，现在性命堪忧啊！長官、薬を飲んでください。薬は飲まん、いらん。はい、はい、少し軽くなった。マオさんを信じるか。マリチですか。彼は私たちと違う部類です。彼と胞子は同じです。古物を売り利益を得る将の叶えが本物だと思いますか。やはり一度検査をしましょう。もういい、いい、もういい。担当医の郭医生を呼んでこい。郭医生だ。マリチが拒否してますよ。奴が行かなければ俺たちだけで行く。二台の車を用意しろ。すぐに出発だ。はい。長官。もう日が沈みます。すぐ出発だ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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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子哥，翻译官过来了。彪子，咱们找好有利地形，你们继续监视，听见没？快去报告赵司令。好，快。打！引き上げろ！引き上げろ！鬼子被我们伏击，撤回城去了。哦，
继续监视。是。这都黄昏了，鬼子还跑出来干什么呀？带俘虏，慢点啊！报告政委，鬼子伤势严重。哦，他能说话吗？我问问他。来，来，大脚步，来，海南斯纳伊诺，来，来，哎，看看怎么回事。政委。他死了。带下去吧。是。乔卡，有激大雨，我攻击しました。何？誰か、誰か来てくれ。乔卡、あさあさあ行きます。過去を捕まえてきます。医者を連れてこい。はい。医者を呼ぶ。お願い行こう。お願い行こう。ナモラダイエドライエナモ。解除埋伏，原地休息。是。司令，鬼子这次行动，我估计是乌犬一郎腰伤又犯了。上次听我爹说，他上回去看病啊，动用的就是两辆三轮摩托车。嗯。说的有道理。那如果我们分析的没错的话，乌犬一郎他一定还会再来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干掉他。不过刚刚被伏击过一次，他再出动，小狗部队我估计他是不敢来，要来就一定是大部队。司令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在夜里出动大部队，这种可能性很小啊。狗子到。加强警戒，继续监视。是。啊，离洛阳再近一些。是。走。宁宇啊。啊，到。你今天晚上就住在郭先生家，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。是。司令，我们再好好推敲推敲。起来。はい。
さ、見に行こう。ゆっくり。ジェンさん、はい、マーさんに知らせろ。はい。马先生，马先生，宏远法师死了。吴犬杀了宏远法师？没有，没，真的没有。那可怎么回事呢？啊！没有，马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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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，这边。那边，那边。宏远法师，你的意大利朋友马利奇来带你回家，你怎么等不及呢？考虑，どこから日本だ？宏远法师的身上有宝物的，别动！法师作画了，作画了。大师作画，满屋子香啊！哦，法师也是宝物的，我要把它用回瑞文去。啊！法师是我的朋友，他的遗体我要移走。朋友？哦，哈哈，原来你也看中了法师，看中这尸体是个宝物。马先生，你说过的，法师是你的宝贝，也是我的宝贝，是大家的宝贝。那么，他或者是你的，死了。就是我的，嗯，是我的，報告。いえ。全員集まりました。じゃあ行くぞ。はい。俺の賞の叶えだ。奉仕の遺体と一緒に日本に持ち帰るぞ。はい。誰か来てくれ。はい、はい、命令を下すまで誰も入れさせるな。はい。吴犬先生，宏远法师是一个人，不管他死了还是活着，他还是宏远法师。我说过是我的。吴犬先生，马先生，我现在就叫郭医生看病，你的移动去。我陪法师。你必须得去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快。好吧，我陪你去。马先生，这才是朋友嘛。好的，森。
放心吧，于先生。快去吧。你们都抓紧时间收拾啊，别一会儿又慌了手脚。宝啊，先把你们的课本都收拾好，别忘了带上啊。这是我的家，为啥我要走啊？无权鬼子敢再来，我就跟他拼了，大不了一个死，我也出出这口恶气。对，爹，我支持你，大不了杀了他小鬼子。哎呀，宝啊，你快收拾，没听挺松说吗？这日本人是秋后的蚂蚱，蹦得不了几天了。哎呦，先生啊，这是家，不是军队啊！快快快！哎呦，外面玩去，娘一会儿抱好了告诉你啊，去吧。大批出动，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难道要去平乐？继续监视，随时。是。你们呐，都快着点啊！哎，贺明啊，来来来。啊。我想了一下，得把这砖头带走。为啥？你忘了上次药王爷的事了？哦，您东西收拾的咋样了？差不多了。哦，行了。全先生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听？我要先朝那边放几炮，让他们以为我会走那边。快快快！真是在有给给带动，他干的吗？马先生，我的这边的走，声东击西，他们那边的埋伏。我要必须就是，什么？孟阿来，孟阿来，嗨，孟阿来！分散隐蔽，怎么回事？完全没有目标，无权搞什么名堂？我们再靠近一些看。好，继续前进。快走，快走，快快点，快点走，快！
鲶鱼。鲶鱼，快进来！快，鬼子来了！啊，咋回事？他们现在都到门口了。带了多少人？我估计有百十来号人吧。哎呦，秋哥，核を捕まえないのですか？いや、手荒れには使うな。はい。マサ呼んでこい。姉ちゃん。你跟高先生是朋友，你去。好的，去在车上等我。カクさんが協力すれば一緒に連れて行く。協力しなくてもとにかく連れて行く。はい。凤鸣，哎，你跟花娘赶紧把孩子们弄到地窖去。你和先生先走吧，快去呀！娘，要走咱一块儿。哪那么多废话，快走！走走走，跟着去，快！花娘，您快跟他们一块儿去啊！我不走，我跟着你们，我得陪着我的儿子儿媳妇儿。鲶鱼啊，你告诉赵司令，就说鬼子们来了。嗯，好。哎，等等，你们回来的时候，高喊两声那个热烧饼，浇麻花。我就知道是游击队来了。嗯，好，明白了。哎，从后门走啊。郭先生，我是马立奇。郭先生，我是马立奇。我去看看。郭先生。乌犬一郎病了，请开门。郭先生，开一下门。运先生，你好吗？马先生，您进来吧。嗯。郭先生好，不好。郭先生，乌犬一郎上了，想请先生看。我知道，是我的冒昧让先生为难了。马立奇先生，你是异国人。意大利人，你不是中国人，不是受尽欺压、受尽凌辱的中国人。你有啥冒昧？没有冒昧。我也没有为难。我有的只是耻辱。从八国联军到日寇入侵，中国人哪一天没有流血？哪一时没有蒙羞？马先生，从你我相识到今天，到眼下这一刻，蒙羞受辱的哪一次不是我郭一山？乌犬一郎是个病人，他是来求医看病的，求医看病尚且如此嚣张，他凭的啥？还不是入侵者的刺刀吧？马先生，你是异国人，你不会知道一个心头滴血的中国人的痛苦，所以你一次又一次地把吴权领来，一次又一次地让一山蒙羞受辱。马先生，好，这一次你又把他领来了，那好，就让他来吧，让他快点来，我要给他
看病。骆先生，你先生，骆先生，拿着，骆先生，云先生，那你看，你让他在这儿歇一会儿行不行？冷静点，花娘啊，来，您来陪着他。医生，何斌，何斌，你，我去给吴权看病。啊？啥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去给吴权看病。哎，何斌，医生，您混蛋，医生呢？您给我站住！哎，您混蛋，您回来！我是老师，您是学生，怎么又轮不到你看病啊？怎么样，吴犬太君可等急了？郭先生的身体不行，云先生替郭先生看。云先生，花娘，让开，何斌！吴犬太君怪罪下来，你承担呐。爹，爷，太爷，祖爷，一山让您蒙羞了。郭家的学生背叛了先生。孩子，我去请郭先生吧。先生，游击队马上就来了，我去是玩猪鬼子。我是先生，那应该我去啊。郭先生，走吧。医生呢？没事的，花娘，我去。快请吴权先生。先生，请。郭先生可好？不好，年纪大了，身上老是疼。哼，郭先生你不老。进去吧。郭先生，你快来治，从昨天到现在。吴权先生，你来的正好。国家刚刚配置了一种新药，专门治你的腰伤，保证你一贴膏药，叫你永不再犯。郭先生，你治好我的腰，我会好好的谢你。不过，你还得再稍等一等，这个膏药需要现熬现摊。多长时间的熬？半个时辰。何明啊，你现在就去熬。好。这是爹的。嗨。
大娘。念宇啊，你咋来了？大娘，云先生他们呢？范云先生，你帮我加把火呀。我？啊，我这手不能停，停了这药就糊了，影响疗效。哎，行行行行行。热沙冰浆麻花儿，热沙冰浆麻花儿。你可以起来了。好，好，顾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我呀，别出声。好，先生，先生，膏药好了。吴泉先生。请你趴下，我给你贴膏药。好，好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郭先生，云先生，我真是太佩服你们了，啊，太谢谢你们了。报告司令。啊，进去。报告赵司令，我抓了一个俘虏。知道了，把他看起来。是。吴成一郎，怎么样？投降吗？哦，爹娘，他们现在是俘虏了，卸了他哪儿？重新给他装上吧。文明啊，把他的嘴还给他。
谢谢。吴权一郎，我现在用郭氏祖传秘方给你治疗，保证你一好百好，永不再犯。翻过来。起来吧。谢谢。吃鸡，魔术般的吃鸡。带走。等一下。我有个问题想问郭先生。讲。先生给我一点多次我都久病复发。为什么这一次就能保证我永久不放？吴权一郎，从前你是个杀人放火的恶魔，可现在你是我们中国人的俘虏。你记住，国事正骨对恶魔和俘虏历来是两套手法。先生深意的，我的佩服。赵司令，听说抓到了那个鬼子吴权啊，把他交给我们大家，让我们大家出口气。听我说，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，报告赵司令，洛阳城里的鬼子已经出动。什么？来得这么早？都听着，全体集合，迎接鬼子。是。把他带走。好吗？现在大家要理智啊，让他走。走，城管，来让一下，大家冷静点，冷静一点，让一下，大炮，郭先生，林先生，你们先到乡下去躲一躲，我们很快就会胜利的。好。还有，你们二老一定要保重啊！你们也要保重啊！等着胜利的消息吧，我们走了。我们走了，走。走。老实点。快走。狗子，你去支援那边，鬼子来报复了。
白政委，啊，你掩护乡亲们转移，我在这阻击鬼子。好，跟我走，走走走。